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宽啊，我现在离泊尔不很远啊 你是谁？大家好，我是思密达。啊，你是思密达。我是尼泊尔的思密达。啊，他是我的叔叔。叔叔，就是说要买地，有钱人要买地，那个我们现在去看看地啊，看那个地怎么样？好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那个。他说是买地的这个地方啊，是在那个边角那里啊，它不是这一块啊，是什么来做的那个地方啊，那一块地，它这里是刚刚开发的啊，大概到博格达市中心大概是2公里，到雷克塞德那边也差不多是2公里啊，位置还是蛮不错的啊，这些地啊都用那个这个底下标记了啊。都是做的出售的，这种地都是做的出售的。它这个这个路还是留的蛮宽的，这是一条路，然后那个上面就是一条大马路啊，大马路可以两个汽车可以错开那种大马路啊。它是是在这个这里有个坡啊，下面有个坡。大概就是从那个头边啊，头边一直到这边，到这个戒指，一直到这个地方啊，大概有七八安娜这个样子，七八安娜，一个安娜大概就是30多个平方啊，还有200多个平方这个样子。下面是一个坡道啊，是未知的。那个未知的一个小坡道，未知的那个下面的话就是一条河啊，然后这个坡道还蛮扎实的，坡道这个坡还蛮扎实的，应该不会塌方啊。这个地方还是蛮大的，说真的，七八呢，还是确实蛮大的。安哥，这个多少钱？60 lakh，大概就是30多万人民币。20 lakh人民币。三十多万人民币啊，30万过一点点人民币。说真的，这个地方我之前还以为是他说什么没说，之前没说价格。我还以为最少一拉克要卖最少七八安娜，最少100万人民币以上吧，我之前是猜的啊，那只有30多万人民币啊，是真的蛮便宜的。说真的，这个位置到博格拉也没那么远，才到市中心也才2公里远，到湖边库尔湖那边也才2公里远啊，还是蛮好的啊。这块地的主人要去美国，这是 owner 要 go American 是吧？要去美国，然后他要卖掉啊，急着出售。一般情况下，60 lakh他是不会卖的啊。他有房子在雷克塞德那边是吧？在霍尔福那边，这块地是他在这边买的地，就是这一块地是他的吗？别的地是他也是他的吗？还有just this land， no other land 是吧？no, this I know， maybe it's possible。 别的地方是不是他的？什么的时候也不知道。还可以，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？大概那边买的话 ，100 lakh。如果买这块地啊，就是100 lakh，大概50多万人民币。There is more expensive up。上面就贵一点，因为上面 near road。Near road means high。高一点。更高一点。这边稍微低一点。低一点，但是这边也不担心那个什么泥石流啊。这边上面跟什么的二姐来之前买的那块地
就有点那个有点怕怕的，说真的啊，在担心那个泥石流，这边是不用担心那个泥石流的啊。这块地说我现在没有钱啊，我要是没有钱的话我就买了，说真的蛮好的地方。怎么的，借我一点钱我买块地可以吗？嗯，呵呵，没有钱呢。没有钱，没钱把你卖了算了。那你给我钱呢，我买。我关键是没有钱呢，我要有钱我就买了。啊，这边可以看到雪山啊，这边也是可以看到雪山的、啊。如果房子做好了就高一点嘛，就可以看到更多的雪山。啊，在上面那个山也没多软，还可以徒步啊，爬爬山呐、啊，啊，蛮好的地方。这下面就是一条河，可以的，蛮好的地方。哎、啊。现在那个 owner， where is owner？ 你叫过来嘛 ，ask。Lake side。哦，在 Lake side 那边。Near auntie shop。哦，在阿姨的书啊、店旁边是吧？哦。之前叔叔住的家旁边。哦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哼，怎么样啊？想买吧？你买吗？张亮？想买呀、啊，没有钱呐、啊。因为你，所以说我们到时候一起买算了。我搞得有点钱，我跟你一起买。OK。行不行，思密达？行不行？什么？买块稍微大一点的地，买个十几安呐，做一个酒店。哪里？买稍微好一点的地方。If business every day like this, can buy one year, can buy. 啊，如果是每天就像这样这么好的生意的，说实说，每天就像这么好的生意的话。一年就可以买完，但是现在，押金交那么多，对，下面一条河啊，这个下面是这样子啊，这个下面是这样子，那个。这个坡度不是很急哈、啊，坡度不是很急，啊，像那边是一个养猪场我有点担心，如果买这里，夏天的话啊。不是，没有，这里有家。这里下面是养猪的。养猪的。Pork 是啊。对。有点臭，啊，那个下面才是那个一条河。不是，以后他们租借。啊，也要做房子是吧？OK。包头楼，那里牛。水牛，哪里有水牛？哦，这里养水牛的。哦，这里喂水牛，过去看看。